好，这个半局是从第五棒的张家伟开始打。这个球咬中了，在左外野方向落地，形成了安打。嗯，抓到一个偏高的球。张家伟确实是打击很稳定。嗯。台中高农出身的一个不错的三垒手。敲出了这场比赛个人第一支的安打，团队第二支。一个偏高的球，几乎是红中的位置。所以他的变化球很容易掉到中间的，所以为什么他被打击率那么高啊？就是他的变化球不到位。